球迷赶快锁定 Eleven 体育家族，来来我们的赛前报的一个部分呢，因为本周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宣传的，就是年度最大的盛会有 COSO 的主题趴，所以啊我好开心 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这两天的开场，我原本以为可能各两个，结果没有想到太平洋有六个队，所以我太开心了啊！所以这段可不可以录久一点 不行啊。啊，不过因为非常开心，因为这个是日本职棒，然后呢跟我们台湾，我们呢刚好也有转播太平洋联盟赛事，那亚洲最强又是有 COSO 的主题趴，这是一个最完美的连结，所以呢这两天呢到了这个场外呢，不只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摊位，来到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，我们就请这个 Rakuten Girls 六位这个阵容如此的壮大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从边边开始好了，跟大家打招呼。有一个队伍，队伍啊，还有一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Rakuten Girls， 我是兰兰。我是熊妮，我是肉头，我是菲菲，我是云溪，我是尹乐，我是熊威。我们要提醒大家，来到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摊位啊，除了是参加有 COSO 的活动之外，还有非常好康的要送给大家哦。只要跟六位女孩一样，你来到我们现场，穿上太平洋联盟六支球队的这一个球衣，好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的这个背板前面拍照，拍照之后上传到自己的这一个社群媒体，然后呢打卡之后呢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游戏，而且这个奖品我说真的是非常的好，除了有最好的，当然有像各位穿的实战的球衣之外，还有像吴念婷的签名球哦，还有日本球星的这些签名球，非常多的一个奖品，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，然后多多支持这一个乐天桃园，也要多多支持日本职棒太平洋联盟的所有的球队，精彩的一个赛事。耶！哇，真的是非常的专业，你们是只要看到镜头就会自然的什么都摆。应该让气氛热络一点，要玩游戏要开心一点啊。那我就不想，因为你上很多综艺节目啊，这游戏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啊，你就示范一下。OK。而且我特别要强调说，给他们看到才发现这个礼物。吴念婷的算是还好而已、我想要这个浅村荣斗，有浅村荣斗的签名球衣，还有山本优生的亲笔签名版，你放下签名球衣，你放下，我要那个，我要的是那个，我要带回去。所以真的在太平洋联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的高了，你会想到在大谷翔平之后，山本优生啊、浅村荣斗这些超级大球星，我们都有把他们的奖品带来给大家，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转到一这个星星，而且至少要转一圈以上哦。好，那我来转了，我不相信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，那个扑克牌一张拿去哈，叫他之类的。不是这样玩的，不是这样。那就每一个号码都有一个啊，当然这个就是给大家互动，跟大家好玩的一个体验。还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呢，要看精彩的比赛，锁定Eleven体育家族，有乐天桃园全员主场，还有太平洋联盟日本职棒的精彩赛事。这两天有 COSO 的主题趴，就一定要来到这边，你就可以赶快来玩这一些互动了。我们赶快到旁边去结尾吧，大家一起来。你们两个是，你们几个是巧合的吗？好，我们在录影啊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才第一天的有 COSO 场外的活动就这么嗨，就有这种事情。我一直以为是 say 好，但是他是允许是发誓说是他自己转的。而且我们现场正在尴尬的时候，制作人就把这个浅村荣斗的球衣就给他。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浅村是谁？他就是浅村龙吗？我要浅村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。我不要录了。喂，你哪一个？好了，就是他最近口搬新家，我把他当成他的入处理好。哎呦。各位女孩们，你们节目还在录哎，这下子好，但是还是就是提醒大家哈，这两天都有 COSO 场外的活动，明天我们会告诉大家太平洋联盟各个球队啊，包括这些赠礼的方法，也持续锁定我们的抢先报，谢谢六位女孩，持续锁定我们频道，拜拜。续榜 C
センター背番号65番林振华。ピッチャー背番号33番ダールバーグ。皆さん本日は球場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ぜひ試合を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私は VR